这是哪里？我不是被苏苏他们挨揍吗？等等，这好像是我家。难道我重生了？感谢老天爷！现在是1:05，天气可真好呀。等等，那我重生了，他们有没有重生呢？我得去看一下日期。我记得这一天我好像请假了，为了验证他们是不是重生的，我只能豁出去了。这样就好了，赶紧去吧，可不能忘记带平板了和书包了。
好热，难道已经是高温末日了吗？喂，你们快起来，现在已经是高温末日了。怪不得这么热，从今天开始之后的天气就会越来越热，不过幸好我没有空调，我去开一下空调就不热了。好好。快睡吧。起床吃早餐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好。食物都放在地下室里了。你们随便拿点吧。吃完看会新闻吧。新闻报道，现在天气非常炎热，比平常炎热得很，手很容易灼伤，所以大家这几天囤好物资，不要出门。目前还不知道原因，但只知道天气会越来越炎热。估计物资已经被抢完了，想要客串的替我主页请。谁打电话呀？小九，你们是不是骗老师？我去问学校领导了，根本就没有比赛，你们快点给我回学校。老师，你也看到新闻了吧？现在不能轻易出门。那好，你们给我乖乖待在家。就知道这一招有用。小九，你也太厉害了。